我才是要跟你讲，咱麻烦你来养一撮。你是来照顾安军的呢？今天我你坐到电话，刚好朱丽萍嘛。伊讲伊要跟我讲关系客群的秘密。当然啦，是怎样？你根本就是阮帮控制一回嘞，一定后悔。你有机会会当伤害张超强。你不转都被搞断。我亲亲爸爸就是电视客群，总算是让董强叫你阿妈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PP 石墨烯蚕丝超导被，这时段吼爱用细细红包啦，祝你身体健康。我希望你身体健康。我每食饱哩，只要个跌倒。平安快乐，吃饱。这不是你的目标。讲过你是困倒，我甲爸爸报告。你妈的人生结束，啊，不过你的人生还继续在行，知无？你是会当改变的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PP 石墨烯蚕丝超导被，过年红包啦！啊，红包摕到啊！啊，是说你的表示者，我希望你身体健康、平安快乐。今日养院内底大部分员工拢放假，回去吃团圆饭啦。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，跟外口联络。就算我真是要跟吴主任做伙，看你有啥物期待啊？参照伊这种啊，缺点啊，让伊偷起来折磨害死，连伊家己拢无法度保护查甫人，伊想啥物资格跟伊做伙啊？你今日是嘛对我做出同款代志？我再讲，你有啥物资格干涉我人生？江超强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，是甲谢克全秘密有关的，啊麻烦你来养云一撮。你是来照顾安军的呢？今日我你接到电话，刚好朱丽萍啊。我自从接到伊的电话了吼，我的心肝头都敢那有一粒大粒石头跌掉，足艰苦的，我就是袂安心啦。我靠，有人无？快来救命哦！我先给你处理掉，再让伊陪伴你。这个江超强，伊应该被把家己的心事规个拢吐我破吧？是的，我恁烦恼啊，妈，我的亲生爸爸就是对谢克群，我是伊讲阮妈的大汉后生，今天是外兄。无唔对啦，超强是我甲克群说头一个囡仔，今天是我甲克群两年了后。这都来找你，什么灯光嘛，拢是迄个陈东俊拍歹这一切。你竟然把我的面皮扔伫个涂骹打，做出这种卑鄙无耻的代志！爱情